神族1600岁才算成年。求求小伙伴们，我这么年轻貌美，我就要嫁给一个小老头了。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是年轻气盛。我要嫁的人不是你，你娶错人了。别问眼戏了，坐好。住开！这桥这么高，我摔下去怎么办呀？你不走，我不想走。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我给嫂嫂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个是紫玉葫芦，你可还喜欢？喜欢喜欢。小弟也为嫂嫂准备了礼物。还有啊，这个是金玉袈裟，就是可以抵挡九重法力攻击的金玉袈裟。是是是。我也有。还有啊，来，我看看我看看。这都是你的。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神君若真选了，此生都不当。你教教我怎么用法术把这些宝贝都变到这个手帕里。干嘛呀，我带着这么多东西逃跑多麻烦呀。你打算私头下贱？